聖誕快樂，我是 Rosella， 歡迎來到國際神召會，好開心今日有你哋同我哋一齊敬拜。關愛鄰舍而家正招募緊義工，一齊嚟用行動去將愛同埋耶穌嘅好消息帶俾香港嘅基層同埋長者啦。如果你想知多啲，又或者報名，可以透過我哋 ICA 網站，又或者向我哋 ICA App 啦。如果你需要代禱，又或者需要人在禱告當中同你一起度過困難的時刻，我哋邀請你嚟到我哋每一個禮拜的祈禱會，逢禮拜日一點在北角的小禮堂，同埋禮拜四中午12點在北角的 Tanner Road， 我哋邀請你嚟到一起禱告。如果你想睇翻今日的資訊，又或者想知多啲我哋社區的活動，可以透過 ICA 網站，又或者睇翻我哋 ICA App 啦。在我们敬拜和讲道之前，大家记得教会不是单单一个崇拜聚会，我们还是一个团契，所以我们会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参加天国小组，在小组里面互相鼓励、支持、成长，因为我们不是自己一个去行信仰的路。如果你有兴趣组织又或者接待一个新的小组，我们会在招待处度为你提供信息。祝大家有一个充满祝福的礼拜，下次见。